帅呀、啊！哇，太酷了吧！妈妈快看，太帅了吧！小雪在和。来了吗？哇，好大的胸！哇，好漂亮的眼睛！我可没空，在这儿哦，陪你们。大胸，滚！太帅了吧！然后真的成长了，心智变厚了不少。Yuumi上次就说了 Kiana 都成长了， Yuumi 也要成长，但其实还是有点。Yuumi 觉得就是最后一刻为什么哭那么狠，主要还是因为之前参加过波海三生日会的原因，还有就是总是跟季子老师唱反调，这些加起来
就哭得有点，等一下，这有点太狠了。现在其实也有点绷不住，但是可以缓过来一点了。找一下天穹游戏哦，高清版彩蛋。哎呦，这个歌好好听！唱歌是谁唱的呀？袁娅维。哦。Kiana拿着的是他拿东西了吗？哎，坏了，没注意。等一下，他拿东西了吗？他没拿东西啊，拿着瓶子。前一个镜头。等一下。哎呀，你们这位就是看优衣没注意到，然后故意跟优衣说的。哎呀，太坏了吧你们也。怎么有这么坏的人呀你们这。Later。这是这个吗？流星那个歌就还好，把纸吸嘴里了，不是为什么呀？刚才呼吸的时候，因为鼻子已经堵了，然后由于刚才呼吸的时候把嘴吸，把嘴吸嘴里了，要不就是鼻涕进嘴里，要不就是纸粘脸上，要不就是纸进嘴里了，什么东西排列组合呀？下回是不是鼻涕粘脸上呀？本来优米还以为今天进步了呢，看那个天球流星的短片的时候，到底是谁给优米推荐的？然后又没有想到天球流星那个短片里面金子老师的手握着 Kiana 的手，别不到了。